OK， 大家好，这次我们就要来玩画画游戏，就画之前他会先讲是什么东西，过后他画了，过后给我们猜，猜中的人加一分，过后分数最低的人呢会被画脸，就这样子。我们让我们的大勇开始啦。耶、yeah. 什么东西先？什么东西？水果、啊。OK， 水果、啊。水果、啊。小学苹果这样画了吗？难道要再回第六呗？两个人总分哦。耶、yeah. ！两个人一起拿分哦。两个人一起拿分啊！耶、yeah. ！哎，我觉得讲真的、啊，我觉得如果直接跟观众哎跟你们讲是什么东西啊，就比如讲水果，你们这样很快就猜到了。对呀、啊，不用讲。不要我画出来一定倒啊！哎，以为手机快猜到。那，你画一个圆圈。X 的那个圆圈，我们是100号 ，100 plus， 奥林匹克。哈哈哈哈哈！奥林匹克，奥林匹克，我给你一分哦。金牌砸广告，金牌。
果。平常都要放分啊，讲话讲话。阿 C 啊。无限 yes, 终于 yes。 吃我了，哎，今天我必败，不可能在这里的。成龙，大勇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看他鼻子。给我加分，快点，快点给我加分，快点给我加分，我不管，我不要输。他昨天我们一起经历过的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安安，我跟你讲。这个游戏很好玩，我们玩歌最好玩的。